咁啊，白金巨星耀寶梁嘅主持咧，固然就係配搭新鮮啦。咁而當晚嘅歌星咧，亦都係陣容鼎盛嘅。咁有梅艷芳啦、甄妮、張國榮、女方咁，同埋咧林子祥噶。咁仲有一位特別嘉賓咧，就係鄧麗君。咁我知道鄧麗君為咗呢次盛會咧，已經嚟咗香港噶啦喎。咁而且我哋仲訪問咗佢嘅近況添，一齊聽聽。K 一八嘅朋友，你哋好。我最近咧好少翻嚟香港，多數喺台灣陪屋企人，同埋咧喺日本、英國錄音。今次專程翻嚟香港咧，就係參加白金巨星耀寶梁嘅，跟住咧就有啲彩排啦。咁我咧就預備啲新歌獻俾大家嘅。哇！鄧麗君真係風采依然啊！如果大家想知道有關於白金巨星耀寶梁嘅詳細資料咧，呢本特刊可以幫到你嘅。咁啊，內容咧就刊登咗六位巨星新歌嘅歌詞啦，相當之豐富嘅。